见，对，但是第一次亲眼所见，嗨，还觉得有点玄乎，有点玄乎。你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大鼻子魔术师李阳，也是中国古彩戏法木派第四代传人。谢谢大家。古彩戏法，对，那这古彩戏法里面还有什么别的经典的这种古彩戏法的魔术？经典的啊，没问题。什么仙人，什么摘豆啊？啊，这个您对，我们也瞧见过，就看你有没有创新。好啊，没问题。行，这是我们的代表作。行，来，请上道具。请上道具。好。接下来呢，给您表演一套中国的传统戏法，叫做仙人摘豆。表演好了叫做仙人摘豆，嗯，表演不好您知道叫什么吗？摘茄子。不对，叫现眼不够。现眼不够，不是那个现眼不够，是现场演出质量不够。我们可以都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们都上去吧，好不好？来，都上来，都上来。对，咱们两侧看好，五指漏缝，十指漏开，手前手后交代明白，拿起来一个，你看攥手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二三，画十字，走。你看，说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在这儿放着呢，就在这儿，能看见了吗？您看，一个小球，我刚刚说了，放手里，放在这儿，一转，嗯，哎，出来了。现在可以有掌声。哇，真的，我在这边一直看着，然后他手里面完全是干净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刚才藏在你嘴巴里面吗？真的。嘴巴里，您说这东西放嘴里边，您看，那还得是湿的呀，它不湿啊。掉了，在这儿放，你看，一转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服了。服了吗？你能看到吗？完全是没有的。谢谢。李阳啊。嗯。如今对学戏法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对，很多人离传统的技艺越来越远，对，要么想着挣钱，要么想着创业，要么想着办企业等等等等。对，你这高高大大帅帅气气，为什么会想着学这种传统的技法？是这样啊，其实之前呢我也没想到我学戏法，嗯，在我小时候呢，我奶奶就是一直在表演中国的戏法，我就跟着她，好奇嘛，小时候都觉得哎，变戏法变魔，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戏法，变魔术我就知道，变魔术我就看，一场一场看呀看，我奶奶就带着我。那有一次出国表演的时候，这个呀，我看一个老外表演咱们中国的环。其实咱们中国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咱们戏法讲究的是剑单斗环。你看我跟您表演的是仙人摘豆，就是豆。这个环呢，在世界上面都叫中国环。中国环。对，只要是有老外表演带铁圈的，都会说下面我表演的是中国环。中国环。对，但是在我表演的时候，有个老外表演魔术。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的，是伟大的，是我原创。后来我就想，哎，我不对呀，我是咱们中国的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啊，你能不能这么诋毁我们的中国老祖宗东西？我就找他去对质，我这是我们中国环。他说这是我自己的原创，你们中国环表演的是六连环、九连环，不，但是我这是三连环。我说你表演几个环也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。他说不行。后来我回来，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古彩戏法给它发扬光大，走出国门。让他们看看什么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。你是全职干这个吗？还是有工作？之前呢，我是学茶艺，我到一家茶社去工作，然后他每天呢上午我会学一些茶一些这些东西，然后晚上会有演出表演，晚上呢我就招待手了，表演个魔术，挣两份工资。后来呢出国以后，就觉得这个咱们老祖宗东西丢给人国外了，很不甘心。我说那后来我就辞掉了工作，然后一心的拜师，就带我的奶奶。对于你们这些玩魔术的人，出神入化，想要什么变什么的人来说，实现个心愿太容易了。哦，这可不是这样。我们哪能给你什么实现什么心愿呢？是吧？这不是这样。我们变魔术有句话说得好，带什么变什么，哪样不带也变不来。都是一种技法的展现。对，却不能无中生有。对。你今天有什么心愿？待会儿我们说出来。好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来，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心愿就是能够找到一些真正喜欢古彩的戏法的人，把它传承下去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回。我们以前在录制节目多了之后，可以接触到类似于像魔术这样的一些技法，有的叫魔术，西洋魔术。对，你这叫古彩戏法。古彩戏法。这古彩戏法跟西洋魔术最大的区别都在哪儿呢？
西方魔术讲究的是声光电，嗯，舞台上很帅。你看我表演第一个节目的时候，对，都是大型的，对，大型的。然后呢，灯光一秀，音乐一响，不用说话，靠肢体来完成这个节目。嗯，中国的古代戏法还是四面管瞧，八面管看，互动性极强，边说边表演，然后能逗着大家乐，然后呢还有一些包袱在里面。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，我们练古彩戏法的时候要站桩表演，练武功的那种桩，对，就是那种桩，木头桩。为什么呢？是这样子，我们统一呢都叫戏法，但是古彩戏法就是穿着，我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，穿过大袍子，看见过，变鱼缸变火盆，穿着非常肥，但是呢东西好几百斤的东西都藏在身上，好几百斤，好几百斤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呢带水的，带火的，然后分开的，玻璃的，瓷器的，您要带的稳，带的妙，不能说这儿鼓一包，那儿有一个什么能看出来了，带上还能走，水不能洒，火不能着，所以要练战功站桩。我们过去练站桩的时候，身上还背着20斤的水，还有走桩，但是走桩的过程中就是不能让水洒。哎，基本你刚才口口声声一直念叨的奶奶，嗯，是真实存在的奶奶，对，真实存在的奶奶，也是我的师父。不是我的亲奶奶，是我从小一直这么叫，我们住对门，从小是邻居，一直这么叫下去。他教的你啊？对，这就是我的师父，也是我的奶奶。他老人家现在多大年纪了？今年我先卖个官司，咱们把我奶奶请出来。来了是吧？来了来了。他贵姓啊？姓班。姓班。但是人称小荷花。小荷花。对，您提班秀兰的时候，可能人家不太知道。一提小荷花的时候，小荷花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以前跟天桥八大怪同台演出，是吧？是八大怪其中一怪把他这么叫出来的。我们有请小荷花。好。哎呦，师傅您慢点，师傅。来，不叫您班师傅，称之您小荷花可以吗？可以。小荷花今年贵庚啊？78岁。78。我呀，从小就在北京老天桥，和八大怪一起演，我演的是荷花美人，就叫我小荷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是演绎70年了。70年了，不容易，8岁入行。这个古彩戏法啊，由于有的是这个老艺人嘛，他有点保守思想，是说不完全把活传给下一代，留几手，都留走。这么说呢，我呢就下决心不留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我所会的，一定要把咱们中国文化要传承下去。虽然叫的是小荷花，但有着大气魄啊。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绝活，让我们瞧瞧？也不算什么绝活，比较古老的咱们古彩戏法。行，那我们先看看。我带来一首道具。有一个娃娃。我拿的这个是一个小木头人，这个小木头人啊很少有人演，现在但是他的历史是悠久，他有了古彩戏法的时候啊就有他，他是呢古彩戏法的呢老大哥，我得跟他商量商量，这回呢咱们一起啊合演，你看舞台灯光这都多好，你也露露脸行吗？来了。他说他渴了，要喝水。我这正好有一碗。你有碗呐？这么着，不能拿这个碗就直接就给他喝。他没有手，没有脚，这回让他自己把碗拿起来，再给他喝。拿不起来，咱们不给他喝。好的，看着啊，你一定要争气啊。转转、
转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